我们今天要去中兴大学参加他们的湖畔音乐季。我们现在已经抵达了台中中兴大学里面，我们今天要来参加湖畔音乐季。其实去年的时候我们也有参加湖畔音乐季，也没想到已经过一年了，超快。然后我们上次来的时候是下着大雨，而且又是晚上，所以没有看到传说中的湖畔。今天呢天气很好，而且现在是下午白天，终于看到传说中的湖畔了。没想到再次来到湖畔音乐季就已经过一年了，时间过得超快。为什么会觉得这么快？可能是因为这一年当中我们做了蛮多事，包括像上次我们来的时候还没有专辑，但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发行了我们的第二张专辑，叫做《孤单会消失，离开不见》。然后这期间我们又不断的发单曲，然后也写新歌，然后也有写别人的歌，也有写自己的歌，同时我们还在趁这个时间跑去纽西兰拍了 MV。拍了《天亮》三部曲，想着你笑着对我说，会一直陪着我。所以总共也拍了四支 MV。当你做很多事的时候，就会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，就让我觉得好像小时候在念书的时候，也是觉得每一个学期都过超快，因为每天都在不停的念书、考试、念书、考试，然后就做。同学给我们的便当，这些都是酒吗？对，四个都是。我可是我开车，哦，太可惜了。啊？我没有，都是他们吗？这些这个是他们， okay. 然后这是手绘的明信片，对，就是人家请我画的。哇。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请你画的话，就要就是可以私讯这边，对不对？他们的粉专。谢谢。好的，谢谢大家，我们是二号路灯，尽快尽快。要等一下。没关系，不用等。谢谢。东西叫做放在我们的 YouTube 叫做地球日志。然后上次我们来新大的时候，那一天下很大的雨嘛，然后我跟你讲，然后但是那一天同学都还是超级热情，所以我们那一天的标题叫做
交不起的热情。哦，大于交不起的热情。现在如果走到前面的话，你们等一下对着他发出属于你们心大热的怒吼，怎么样？你为什么要笑？关于回忆的歌曲叫做《被遗忘的森林》。就这个就可以领这个小卡。OK OK， 上台哦。原来是有拿到红色糖果了，就可以把这个给他们。你不要拿着人家的摄影机。真的，慈善的，这个要不要进去？你可以自己偷偷转一下。忙碌的工作人员，忙碌的工作人员们，好，三，在中间。